好，欢迎收看小哈的睡好。今天教大家怎么做一个神奇的方块，来吧，往这边来，弄一个这个，然后再把这个星光包子给弹射出去，来看到那个位置。哇，这么远！然后再放上转轴方块，在下面放上一个这个电石块，然后再拿出草块。我放，你以为就这样就结束了吗？不可能，再过去那边，再放一个这个方块，发射，砰，是不是很漂亮嘞？来，再弄一次，换一个东西。来，这是要找准时机哈。不错，这就是我们神奇的方块了。好，这边要等今天小朋友去，拜拜。